最后我们两位杂耍帅哥要带来什么样厉害的技巧呢？掌声不够热烈，我们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好吗？
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掌声鼓励是不是？好了，掌声鼓励给他一下好不好？一次机会哦，失误今天自己回去可以吗？可以。好。最后一次喽，这次没有成功，你不要回家。好了，我们帮家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爱的鼓励起来，再来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掌声加尖叫！下一个节目，我们小恩哥哥带来的神奇波拉帕。哎呦，两根棍子敲打着一根棒子，哎呦，敲起来了。
话头前方要拿着重伤，哦，重伤苦了，好，走，拿着鞋，绑鞋带，干什么东西？不要好好表演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啊，你不要给我换另外一只鞋带绑哦。男生要不行就不要出来碍眼了哈。好了，我们邀请我们的台中阿宽哥哥。哦，阿宽哥哥的意思感觉是他要翻过我们盖那个腰不好的，他要翻过我们盖那个腰不好的哈。我们看一下阿宽哥哥要怎么翻过去。我们十年要下班，快一点！哦，上升鼓励，一个是自由连扫，一个是自由连扫，再一个，谁要上来躺？来，妹妹上来，来，接一下这个可爱的妹妹，再一个，来。来不要进一半，好，他们不要。说这个呢，我觉得你要整个往这边一点点。好，你就躺直的。太多了，往前。来，下一个妹妹来，来记得哦，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不要乱动哦，不然我们都会有生命危险哦。好，哦，现在是三个人的距离，大概是一小步啦，一大步。嘿，两位妹妹上台跟我们一起演出，为我们的表演的精彩度增添了一大步。好，屏住呼吸，全神贯注。掌声鼓励。好，你们都不要动。三位阿宽哥哥觉得太少了，再两个。来，你跟你的正子，来，妹妹，不要跑，妹妹不要跑，来，你把你抱上来，这块。妹妹，你手打开，哎，对。好的，来，黄色衣服的妹妹就你了，来。宽哥，好的，来躺好，来哦，现在是1、2、3、4、5，下一个小哥哥，6个，可以吗？脚在抖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反正你出事的话，医药费是你要帮他们付。好。现在给我们阿宽哥哥好吗？哎，没有掌声没有翻哦。来，1、2、3，掌声加尖叫！好，快！来，哎，我底皮要垮死，都看我惊一样的呀。鞋带真的掉了，啊，你可不可以表演前先绑好？干什么东西？再一次啦，掌声在哪里？妹妹，你怎么会笑得这么开心？
那个哥哥刚刚听诶，妹妹笑得很开心，哇！你知道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吗？妹妹来，妹妹来，金米饭一张，金米饭，不要金米饭，好，拜拜，喂，不要拖我时间。好，所有人帮我倒数五秒钟，黄金五秒钟，来，五、二、三、空中飞人火箭炮，掌声加尖叫！好，所有人请起立，站一排。来，手牵手，心连心，我们一起共创美好佳绩。谢谢。好，最后一个节目，让我们带来厉害的倒立特技表演。这位老师非常厉害哦，是去过很多国家跟很多综艺节目的表演老师哦。这位老师是谁呢？你们大概就知道了。哥哥已经把板凳全部叠在一起了，我们看看他要在板凳上面做些什么极限的特技动作呢？来，给阿杰哥哥一点掌声，鼓励鼓励！掌声在哪里？哦！掌声鼓励鼓励！动作要帅，姿势要，动作要快，姿势要帅哦。还有这个一只脚，一对一只脚，还有尾啊，还有尾啊，哇，很晃，很晃，很晃。小哥哥加油！还有还有，还可以在上面踢，哇！我们给小郭哥哥哇哇一个掌声，鼓励鼓励。尖叫声在哪里？还有比赛，哇！小郭哥哥现在站到板凳上，他们现在要做什么组合动作呢？郭哥哥现在拿出了红色的砖头，各位小朋友在家千万不要模仿，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特技动作，我们都是经过非常多年的专业训练。掌声在哪里，小郭哥哥就会演到哪里。砖摆成十字的形状，看看我们的阿杰哥哥究竟要在上面做些什么动作呢？掌声鼓励鼓励！眼睛不要眨，呼吸不要停。
砖头立起来的倒立动作。小锅哥哥在等你们的掌声啊！还有我们这个大一年一度的大甲妈游行盛会，我们给我们的妈祖祈求一下保佑吧。来喽，妈祖会保佑我们小郭哥哥顺利完成这个动作吗？哇！哇！掌声鼓励鼓励！哇！哇！哇！还可以玩这种自由落体的。好，那我们热烈掌声，谢谢我们两位科技男的带的。